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一个人为什么要有热爱的事？那你想明白了吗？让我想想怎么说。我站在舞台上，灯光打下来的那一刻，特别像在炎热的夏天喝了一口矿泉水的汽水。哎，你见过流星吗？就是看到它的那一刻，你整个人就像被点亮了一样。有时候呢，它也特别像水。热爱舞台，同时它也包容着我的一切，很纯粹又很深邃。 Yeah. Love is a simple and complicated secret.